哈利路亚，在座的传道、长职、负责人，还有我们台北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渴慕道理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及带领，让我们在经过一天的工作出入，都能够得到神的眷顾，并且今天晚上有神灵的带领，我们的脚步能够来到神的圣所，一同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并且从聚会当中来领受神的话语，在我们的信仰的灵命上都能够得到造就与帮助。今天小弟晚上要与大家一起学习的是效法四只小动物。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十一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十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那里这里看到神看着一切所创造的都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话，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在六日当中所创造的这天地万物，甚至地上的走兽、天上的飞鸟、海中的鱼，还有这些蔬菜，都是神所创造，并且说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也包含今天小弟所要分享的这四个四只的小动物。这四只小动物在当时，他们平常是被人不看、被人不重视的，甚至也是遭人来厌弃的。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观察研究这四只小动物，我们会发现到它们身上有许多良好的特征，使我们能够去学习效法。那今天小弟用箴言的三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这一段经节，在晚上跟大家一起学习。来，我们看箴言的三十章箴言三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旧约圣经七百九十二面，我们从二十四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抢，却住在王宫里面。小弟就借着这四个小物，从他们的身上来去学习，他们的身上有我们去学习他们的一个方向，他们非常的聪明，也可以从他们的这个良好的特征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道理上来彼此的来学习。第一个，蚂蚁它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蚂蚁它是群居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昆虫，那全世界现有两万种的这个蚂蚁，那箴言所提到的这个蚂蚁是指着它是常种子习性的收获蚁，也就是说，这个箴言所谈到的这个蚂蚁，它是去到外面找寻食物，
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能够夏天预备粮食。蚂蚁虽然力量不大，但是它却是合群的。它们是有毅力、有智慧、有勇敢，而且很勤劳。它们虽然没有元帅，但是蚂蚁有两种，它们有工蚁、兵蚁。工蚁就是营造，再来它们是搬运；兵蚁它们就是防备这些征战。所以有一段，有一个王说，有一个王，他在征战之后，他逃亡，就是打败仗之后，逃到一个地方，他逃到一个山洞的当中，在这个山洞里面，在那边去逃难，等待。当他在等待的当中，他看见有一群蚂蚁沿着这个岩壁，然后他们背负一只小虫，因为他们力量不足，所以每次就是他们在搬这个小虫的时候，搬上来又掉下去，搬上来又掉下去，因为他们力量有限，没有办法一次的就完成的把这小物带上去，这小虫带上去。但是这个王看到这一群小蚂蚁，看到他们是经过了13次的这样的，经过13次才顺利把这个小虫从下面沿着岩壁慢慢的带到上面，也就是带到他们的所住的地方。这时这个王想看到了这件事情之后，他才蛮有便激起他护国的心，因为蚂蚁这么小，竟然能够有毅力，又勇敢，又能够坚持到最后。那这个王他也被这样的事情激励了他，所以他才又回去整顿，重新再出发。那我们可以看到蚂蚁这样的一个精神，他非常有特别有智慧，因为他能够在夏天预备粮食，能够在春雨未来的时候，他们迁至到最高的地方，不会被这个雨量所侵害。那蚂蚁预备粮食，为什么他们能够预备粮食？是因为蚂蚁是勤劳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走在路上，或者是小弟每次在自己的家中的时候，家中外面的时候，山上的路很多这种沙子泥土，会看到蚂蚁一直在那边行走行走。他们行走什么？就是要去寻找食物。为什么要寻找食物？就是要预备将来他们所要去使用的。这个蚂蚁也非常聪明。那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在箴言的13章第4节，箴言的13章第4节，箴言的13章第4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这里谈到蚂蚁非常清楚知道这个懒惰的人却不能够所得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一段告诉我们，勉励人不要羡慕，不要突然的羡慕，必须要实际的去努力，实际的去工作，实际的去勤劳，才能够去得你所应当得的这样的一个所得的这些东西。好像这圣经里面所说的，殷勤人必得丰裕，懒惰的人只在那边羡慕，却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蚂蚁它是勤劳的，能够付出心力找寻很多的食物，带到他们自己的家中，预备他们将来所要去饮用的。所以在圣经里面，
这个工作从创世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后，他也告诉我们人类，告诉我们要工作。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五节，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五节，人在堕落前，神早就已经有告诉人工作的使命。他告诉他所创造的亚当，说到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告诉亚当要去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不是安逸的住在伊甸园里面，乃是要能够去修理看守，也就是叫他们在叫他呢，在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在这伊甸园里面是勤劳的去工作的。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这样告诉人类，那在人犯罪以后，人更要去努力工作，因为我们看到神人犯罪之后，神就咒诅这个地，使人要去更能够去流泪，就是我们看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尘土。这里谈到当人犯罪之后，神的咒诅在这个世上也咒诅在咒诅这世上，也给这些人们，让他们要努力工作，才有可以得吃。所以从这边看到，人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是当要勤劳的，好像蚂蚁一样，它是勤劳的。如果没有勤劳，没有工作，我们就无所得。没有种，没有管理，没有工作，我们要得着什么呢？所以我们这个蚂蚁，它能够预备粮食，它所做的就是它勤劳的工作。今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属事上的这工作，努力的工作来养活家庭，才能够来养活家庭，照顾家庭，使家庭上没有负担，没有这种忧虑，没有这种困难，都是我们的经过我们的工作就能够得着这些我们应当所得的。那这个勤劳有包含属事上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就包含属灵上的工作，好像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五十八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当要勤劳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勤劳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所做的工是我们应当是神，我们原是神的工作，神拣选我们也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使命责任，除了在属事上的工作以外，属灵的工作更要能够去努力去追求。那像蚂蚁一样，他们是勤劳的，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蚂蚁它是配搭这个工童工。我们看到蚂蚁它在外寻找食物当中，那找到之后它会返回自己的家来告诉这些其他的蚂蚁，然后并且这些蚂蚁会一同的出来去把这个所发现的食物带回来。那这些蚂蚁常常所找到的这些食物都是比它们还大，比它们还非常，这个食物都非常大，它们好几倍，重好几倍，一个小蚂蚁怎么能够去把这个
比他大的东西带回家呢？乃是因为他们能够去找寻这些童工，找寻其他的蚂蚁，来去把这些东西带回来。他们这个蚂蚁都是这样，有经常的需要的找童工来配搭，才能够把食物带回来。他们有这种同心协力的这样的精神，才能够完成非常艰难困难的这些大的工程。这个蚂蚁他们是同心协力，而且会找寻好的同伴一同来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今天教会我们的圣工也是一样，好像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在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里面所谈到了这样的故事，百姓他们要攻取这么大的城，这么大的城怎么能够靠着百姓去攻取呢？乃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工，并且百姓同心协力遵照神的命令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这样的工程。我们可以看到从这约书亚记的第六章里面会发现到，这些百姓他们是同心协力，而且是靠着这位神遵照神的话来完成，来倾倒这个耶利哥城，来去杀害当时的这个城里面的所有的人。谁让他们能够战胜？乃是因为他们同心协力，不是一个人，乃是所有的百姓。今天教会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安排的这个事工表，我们可以看到这事工表里面会发现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名字在上面，有的是司祭，有的是领师，有的是接待，有的是很多的这种排的这种事工人员。在教会的一个月的事工里面，如果当时事工里面只有负责人，只有某些事工人员，那这一个月的里面的事工会发现到这个教会的圣工会非常的辛苦，做起来会非常累，做起来好像没有力量，甚至没有办法继续的把圣工推展。但是如果教会的圣工的这个事工安排表，甚至教会所安排的工作，我们弟兄姐妹像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同心协力来去付出，甘心乐意来完成，相信我们教会每一个月半年、一年、十年、二十年，这个圣工是非常的发展，非常的荣耀神。所以在这看到蚂蚁他们都能够知道有这样一个配搭，这样的同工的这样的精神，那我们神的儿女更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方向，效法他们能够有这样互相搭配，同心协力来完成神的工作。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的24节到27节所说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4节，新约圣经241面，24节，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灵体面，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
身子上的一个肢体，我们同在这一个身子上。当这个肢体有遇到了患难，当这个肢体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更要彼此的来相顾，去补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好像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有一个患难的时候，我们要互相搭配。当教会圣工安排有一个人临时离开，临时没有办法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去补足那个地方，这样才能够让整个圣工能够发展。在传道书里面也谈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必同得的美，二人劳碌必同得美好的果效。然后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里告诉我们搭配同工的好处，搭配同工的好处，我们一起来努力，相信神的圣工也能够不断不断的来成长。这蚂蚁它有这样能够学，有这样去能够找寻这些同工一起帮忙，我们也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蚂蚁他们是能够为将来来打算的。那在蚂蚁在夏天能够去找寻食物，来堆积这些食物，预备这些冬天所面临到的这些食物。那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如何，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当要能够常常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好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谈到的，当将道理丰丰富富的存积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要存积在我们心里？就是预备将来所会面临到的这些困难、逼迫、患难。如果我们都能够为了将来，能够去把这道理常常的放在心上，将来所面临到的困难，我们都能够一一的来去战胜，因为我们都能够预备将神的话存在心里。好像当时约伯对他的小孩子一样，他每日早晨都叫他的小孩一同来献祭，来赞美这位天上的真神。为什么他要每天的来去把小孩一同来敬拜神？因为他怕将来小孩犯了罪，他怕小孩忘记了神，离弃了神，所以他愿意把这些小孩常常每天的去敬畏神，与常常的来为将来来打算，也就是把这个道理放常常的能够存在心里，预备将来我们所会面临的这些困难。所以我们从蚂蚁看到它能够预备这样的粮食，它怎么预备？就是他们勤劳。他们怎么预备？他们就是互相搭，有这种搭配同工，甚至他们能够为将来做打算。再来第二个，我们再回到箴言的30章26节，箴言30章26节，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沙番是一种细小的凡刍的动物，那它是居住在中东地区的干涸的河谷里面。那这里谈到沙番，它非常的聪明，虽然它个子非常的小，它也知道它非常的软弱，所以它知道它软弱之后，它懂得去保护自己，懂得去躲在这个岩石的当中，建立在安全的这个居所。好像我们看诗篇104篇，
诗篇的104篇第18节，诗篇104篇第18节，18节：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番的长处。这里谈到，我们看到沙番，它是躲在这个岩石里面，这个岩石好像是一个避难所，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沙番他懂得去依靠亲近神，虽然他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微小，但是他深知知道，他愿意躲在，愿意依靠这位神，建立在神的身边，在那边来同住。他知道在神的里面是一个避难所。在诗篇的18篇的第2节，会发现到神是我们的岩石，是我们所投靠的。神是这个岩石，是我们的投靠，甚至也是我们的帮助。在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他深深发从内心来去体会，他去懂得去依靠神，愿意在这磐石当中，住在这磐石里面，才不怕受到灾害。他懂得去在神的家中住在里面，才不会遇到困难，才会得到神的帮助。因为神是我们的岩石，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在诗篇里面谈到很多，神就是这一个力量，是这个磐石，就像这个沙番一样，他愿意居住在这个避难所里面，不管他遇到患难困苦，他愿意去依靠神。小弟在6月的时候，儿子突然6月中生病，当时我还在神学院里面上课。那在6月中的当中，有一个礼拜是老婆妻子打给小弟说，小孩子好像发烧感冒。当时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心中也非常的难过，因为小孩还不到1岁，那看到他身体好像非常的虚弱，发烧，整个身体没有力量，好像整个就是让做父母亲的非常的难过。那这件事情知道之后，那我也在每次的祷告当中来求神能够来医治看顾他，能够病能够好转。那到了礼拜五，刚好是我们休假的时间，然后那个礼拜也是神学院毕业典礼，学长的毕业典礼。那礼拜天是毕业典礼，所以所有的神学生礼拜六都要回到神学院里面准备明天的所有的毕业典礼的所有的工作。所以礼拜五晚上下课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然后就跟太太带着小孩子到诊所去看病。那医生看完病之后，医生说他这是一个玫瑰疹的一个病，就小孩子会发烧3天之后，那第4天这个小孩子会长一个玫瑰疹，长完之后身体就不会再烧了。那我们就按照医生的话，那医生也把这几天的药开给我们，让这个小孩子来吃。那回到家之后，因为小孩子第一次生病，他非常不喜欢吃药，吃药非常的辛苦，一吃就吐。那我们看之后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还是把这药适量给他吃。那他吃完之后，那一天就能够好好的睡觉。到了礼拜六安息日，我们一整天在教会里面聚会，
看到小孩子的状况有好转起来。那感谢神，那一天整天的安息日都好转起来。那我也跟太太说，我们就是礼拜六就要回，礼拜六我们都可以去总会住，然后参加明礼拜天的毕业典礼。那太太也同意，所以我们礼拜六聚会完，我们就开车到总会来去住宿。那到台中的路途当中，小孩还是一样没有什么状况。到了台中之后，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买一些东西，然后却看到小孩开始状况越来越有一点状况。那看到他好像身体又开始在发烧，而且非常的热。那我们就想说，如果带到总会住的话，会影响住在里面的这些同龄。那我们又想说，好吧，我们就回到，不用去总会住，我们就请假回到家住，然后礼拜天我自己再去总会参加毕业典礼。那我们就开车又绕回来到新生，开到路上的时候，那小孩子坐在后面的安全座椅，那太太也是坐在后面陪他。那我们就开一边聊天，那小也一看，太太也一直看小孩。到了有一段路途的当中，那我们也没有再去注意到小孩子的状况。那到了国姓下国姓到北港这个地方，那突然太太就看那个小孩子，他吓到了，因为小孩他已经整个身体在抽动，眼睛好像翻白。当时我们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太太非常紧张，我也非常的紧张，当时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那么小的小孩子，他整个身体在抽动，也完全没有意识。我们做父母亲的太太，当时我们真的是很难过，而且也一直在哭，但是我们就完全的交托给神，因为我们在当时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我跟太太说，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完全来交托神。所以我们就一边祷告，就一边把开车到埔里的医院里，到埔里的普及医院去看诊。这一段路途当中，我们真的是花尽很多的力量求神来医治，因为整个路途当中小孩子的状况真的是非常，在人看来好像是非常的严重，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意向，没有意识，整个身体都在抽动，小孩真的好像快要走的样感觉。所以我们更加的努力求神能够医治。所以在路途当中一直祷告到医院。那到了医院之后，那下车到了急诊室，那一到急诊室的当中，却看到神奇妙的一个恩典，他就不再抽动。这小孩反而原本不能讲话，不能哭，不能做什么，到了医院急诊室的时候，却看到他整个好像好了起来，开始会叫，开始会讲，会发出声音来，开始会哭。那会这样动作，表示好像神，表示他已经慢慢的在好转起来。这是当时所碰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当时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患难的时候，当时我们非常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就懂得去依靠神，懂得就借着神来医治。那感谢神，在那一次所碰到的这个困难，神来医治，到最后
在诊断的过程里面，那医生也找不到他要住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那边稍微休息一下，就又能够回到家里面。那当时所查出来的病是热痉挛，是小孩子，这不是每个小孩子都会有的，那就是因为小孩子发烧过热，影响到他的身体，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病。但是神的看顾，让我们能够借着懂得去投靠他，因为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像这个沙帆一样，它能够，虽然它非常的微小，虽然非常的软弱，但是它能够去抓住，能够去依靠这位神，靠着它来得胜。再来第三个动物，我们再来看箴言的30章27节。箴言的30章27节，27节，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这里谈到蝗虫，它没有君王，但是它能够分队而出。在当时，这个蝗虫对农作物是伤害非常的大。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效法他的一件事情是，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他们能够没有君王，但是他们能够彼此谦卑，平等相处，能够去找在这没有君王的状况之下，能够和睦相处，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我们能够没有团，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彼此互相谦卑，彼此互相相平等来相处。再我们来看诗篇的133篇，诗篇133篇，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和睦可以带给人与人之间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相处。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和睦。当我们不懂得和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争吵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彼此在互相来去攻击的这样的声音。那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有这样和睦的心，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当时这些蝗虫一样，他们能够彼此谦卑平等相处。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神的工作，我们就要能够按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教会的所有的工作，我们要按着次序来行，就能够使教会的圣工能够很顺利的完成。在使徒行传的16章第4节到第5节所说的这段话，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6章第4节到第5节。就新约圣经187面，第4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条规带到教会里面，这些众弟兄姐妹能够照着教会所有的条规来行，会发现到遵守神的这些条，遵守教会的规定，甚至遵守教会的神的这个命令，神的话语，会发现到教会里面信心越发的坚固，人数会天天的加增。就是我们能够照着这个遵守这些条规，得到神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我们能凡事要能够按着秩序来行。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不懂得去遵守规定，我们会发现教会里面会有一些这些事情来阻碍教会的各样圣工。如果众弟兄姐妹都能够照着我们教会的规定来行，这个教会的圣工就好像会得到神极大的祝福。就像圣经所说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的来加深。我们看到当时蝗虫没有君王，但是他们是团结一致，彼此互相谦卑，和睦同居，甚至来完成各样的一些事情。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彼此互相体谅，来去关怀关注，彼此互相来提醒，这样使教会的圣工能够发展。最后我们再回来看到箴言的30章28节，最后一个是守宫，28节，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里面。这个守宫好像当是俗称为壁虎的一种，它也是非常的小，但是它是借着它的爪爬在这个王宫的墙壁上面，而且它不是住在外面，它是住在王宫里面，是好像跟王同享荣华一样。这么小的这些守宫，这么小的软弱，它非常细小的软弱的动物，但是它能够善于能够去住在选择与神同居的一个精神。它借着它的这个爪子，然后借着它的 细小的这个身体，永远就是住在这个王宫里面。那我可以看到学习这个守宫，他愿意选择亲近神，住在神的殿中。神的殿中是非常柔美非常好的地方，何等可爱的地方。在诗篇的84篇里面谈到神的圣殿是何等美好的。我们看诗篇的84篇，诗篇84篇第1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应。再来看第4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再看第9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眷顾看顾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愿意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第12节，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这里谈到神的殿宇是何等可爱，人们都渴慕想要住在这个神的殿宇，好像这个守宫一样。他虽然非常小，但是他把这个神的把王宫里面看有他所想要去
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他爬进王宫里面，住在王宫里面，享受在王宫里面的这些荣耀。那人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神的这圣殿，在世上，我们也能够学习这个手工一样，能够选择如何亲近住在神的殿宇。好像圣经所说的，住一日胜似住千日一样，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愿意住在神的圣殿里面。在神的圣殿里面，可以享受神无比美好的这些恩典。好像有一位弟兄，在他的教会，那他教会刚新建教会，那刚好教会也需要找一个管理员，当时的负责人就找了这个弟兄，那就问这些弟兄说，你愿不愿意来在这个教会里面当管理员。当时这个弟兄听到之后却没有拒绝，反而非常的高兴。为何他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教会里面，住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和在教会里面可以能够去亲近神，在教会里面可以来服侍神，在教会里面可以来去向神来祈祷。所以他就二话不说就跟负责讲说，负责人讲说，我愿意来当管理员。所以他一连当就当了好几年，在他的当的这几年当中，他非常的开心。就像这圣经所说的，他住在这圣殿一日，这住在这当在教会里面当管理员这几年，胜过了好几年。因为在神的圣殿，神的圣殿就是何等可爱，在神的圣殿里面可以得到神满满的祝福。他也看到他接待的各样的这些神的工人，发现到他们愿意牺牲时间，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来为神做工，也让他有这样的心智。现在他已经是神学生，他已经又改变他的一个人生价值。他现在是神学生，因为他在神的圣殿里面去学习，在神的圣殿里面得到神美好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手工他所住在王宫里面看到，学习他能够亲近神，把神的圣殿当作他的居所。甚至我们看到手工他这个爪子是有粘性的，那在动物学上所称它是一种吸盘，它能够紧紧地吸住墙壁。那这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做神儿女的人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把所信的这个把信靠的神紧紧地来抓住，永远的不要放松，永远的不要离弃这位神，要把神的道恒守所信这个道理。我们看帖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帖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看13节到14节。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里谈到神的话语，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用它，要用在基督里面的信心爱心牢牢地守着，要紧紧地守住
不可以放松，而且要靠着圣灵牢牢地守着。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当从用这个圣灵牢牢地抓住这位神，将神的道永远放在心中，不要忘记，把神永远的来抓住，并且我们要忍耐，到最后必然得救。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守宫，他竟然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动物，但是他能够进入在王宫里面，荣耀能够荣耀无比。这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还没得神，在还没被神拣选之前，我们是局外人。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在还没被主拣选成为神儿女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是局外人。但是我们蒙神的宝血洁净我们罪之后，我们离开了，我们就能够与神得到亲近。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再来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就好像这个守宫一样，他能够愿意进入王宫，在王宫受到这样荣耀无比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今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外世人看来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民，但是我们却是在神眼中是极其宝贵的身份。人家看我们好像是一般的人民，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跟他们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的身份地位价是非常的高过于他们。就像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联盟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要感谢神，使我们能够住在神的殿中，跟神来同在。我们的身份胜过一般人的这个人的一个身份定位。所以我们从这四个小动物里面，我们可以效法他们的这些良好的这些特征，良好的这些优点，从他们的特征当中学会学习，找到这样的一个智慧。这些聪明智慧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一起来唱诗，唱赞美诗332首。